级汽车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追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球弹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。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，把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，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！车门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？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！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了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嘿，一二嘿。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
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！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！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 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哈哈哈哈，呼噜爷爷小心，站住，别跑。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驶出大网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掰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啊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力。
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，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多多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！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！呼叫指挥中心！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！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大力神吊车，阿力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风吹，大风吹，狂风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，快帮忙！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。大棍子甩呀甩，别怕，我会抓住你。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，准备好，一二三，我全接到。救命！来了，大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。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。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
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嗯，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呢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。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，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刮呀刮，七彩壁画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尝一尝，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！听一听，大家一起来跑跑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，垃圾灰尘全扫光，全扫光。喷一喷，小花小草太搞笑。哈哈哈，跳起来，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今天的汽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哎，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，非常虚弱。好吧。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坐
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啊，撞车了！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，慢慢通行。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，旋风。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！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，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，超过你啦！我赢了！嘿嘿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太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。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乐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嘟嘟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道，超级汽车变身。
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，跳跳车库车，妮娜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不是更有趣吗？嗯，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。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。好可怕！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！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出动！去破坏他们的友情！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！我要把你撞扁！哼，看我的！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，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生气了，讨厌讨厌，都是你的错，不
理睬，不说话，好生气，好生气，好生气，请你别客气。呀呀呀呀呀呀，我们生气啦！朋友，朋友，我的朋友，让我来帮助你。大家都保持冷静，不要随便生气。别生气。笑呀笑呀，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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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！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哼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？免费？我要一个。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装着蛋糕哟！啊，有情况！梅乐福克辛湖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！啊，克辛湖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哇哇，不要哭不要哭，哇哇，放轻松放轻松， Happy Party， 欢迎你的加入，哇哇，哦，美食多又多，准备好了吗？
费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。大家注意了，吃了他做的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！呼叫指挥中心！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，呵呵呵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搞破坏，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变过来，毛毛怪乱到处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怪毛怪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怪毛怪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我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啦！臭臭车闹翻天。
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不过，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哈哈哈！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吗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！哦，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葫芦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。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街上，他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！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！快跑！公园公园被污染，冲冲！太臭了！臭臭臭！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。好清新！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瞄准右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跑呀跑，追呀追，拦住你别想跑！发射！砰砰砰！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，让我再看5分钟。
龙装甲车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宝龙装甲车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夜游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了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赶紧别想跑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！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失业的垃圾车，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，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
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是垃圾，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，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，垃圾分开装。沙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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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我的石头，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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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堵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